关系，漫画的数量比去年来的少。放眼望去，漫画落在山头，天空偶尔透出微微阳光，原本雪白漫画就像撒上金粉那般尊贵。秋天来到阳明山，可以看到一大片的芒花随风飘逸，而这样的景象呢，就像是上天对大自然的巧手安排。芒花的美交织成一幅草山秋色，游客停下脚步，拿起手机相机记录这一刻，还有全家老小一块出游踏青，不少情侣更在浪漫时节上山谈情说爱。秋意浓，秋意浓，搭配那个雾还蛮美的。而九月中旬过后，东北季风渐强，芒花波浪随处可见。从阳明山脚一路从小油坑到擎天岗，芒花越是盛开。那一路古道是欣赏芒花季最漂亮的地方。那今年的芒花，大家现在看到了，很多都已经开了。不过因为前阵子台风多，气候异常，芒花的量不比去年。但是在秋天走一趟阳明山，不同的天候都能有不同享受。